那么这个有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比如说，我们现在假如我的手里是个地图，我现在拿到这个地图里头，哎，你三号，你跟我一样啊！哎，刚刚遇到了一点都不乐于助人的天龙，他抛下我走，他跟我是一样的线，就是我们每一条线路看的点是不一样的。跟着跑呗。